小晴，走，我带你去找东西。找啥东西？宝贝。宝贝？哦。啥宝贝啊？心肝宝贝。什么玩意？心肝宝贝？走嘛，我带你去找个大宝贝，你就不掉了。走。走嘛。走嘛，走嘛，还有多久啊？你在急啥子？啊？没急啊。你是不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？慌什么慌？啊？不是，我就在好奇，你说那个宝贝是什么？一会儿就知晓了嘛，啊，谜底在后面啊。谜底，小姐，到了。啊，不是你这哪有啥宝贝啊？这么大一个宝贝你看不到呀？哪儿啊？啥？大宝贝，心肝大宝贝。哎呦，你别开玩笑了，你这大宝贝，不是啥东西吗？宝贝啊。来扯来扯，看图。你又来扯来扯啊？对。不是扯来干啥？你上次不扯的有吗？上次没有了。不是你在吃啥的？这个可以吃。这可以吃吗？啊！赶紧去扯吧。你扯来干嘛嘛？你扯了再告诉你。去这个来干啥？扯来有用吗？你会扯来玩呀？端午节不是包粽子吗？哎呀，真的，杨小才都比你懂，扯来挂门上的。干啥？挂门上。够不够？够。啊？够。不是你要在门上挂多少？不用，我留一点来洗澡。还要洗澡？干净。不要，人家看我们扯。这不是你家的。家的你让我随便扯，我给人家大家的，我给人家照了一大片，这不是水肿的，这是野生的，那一片全让我给扯了。直接从灯笼上取。啥？